怎么发现的？他是个记者，凭直觉。或者因为你糟糕的伪装，毕竟他只是一副眼镜。信不信我把你扔下去？天哪，你的肩膀可真宽，你确定你不要换一套更新潮的衣服吗？一切按计划行事。你好，嗨，你好吗？我是克拉克·肯特，世上独一无二的。打算隐瞒真相吗，超人先生？来吧，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。说真的，你要问什么都行。等等，我们为什么来这儿？我们来这儿是因为你是超人呢。路易斯，你该更小心一点，兰恩小姐。你不是他，他不是你。侯爷，大个子，那是红色太阳辐射，会让你变得和他们一样普通平凡。你想干什么，卢瑟？你那篇写超人的报道里提到了我，你知道的。虽然我真的不想随便的使用诽谤一词，但你赶快把稿子撤了。行了，卢瑟。我现在又仔细想了想，先干掉超人这个主意也不错。红色太阳辐射让我变得非常的虚弱，这事交给你了。我觉得这活更适合超人来干。我说话不是这样的。冷静点，莱斯，卢瑟先生。卢瑟，该伸张正义联盟的正义了，知道超人的厉害了。所以我是最伟大的高智商罪犯。太好了，完美的计划。你分散他的注意，我来找到他的开关，真是天衣无缝，对吧，超人？